洗衣机超全能 ，Double King 仲系用日本超薄水溶性薄膜，溶解得超快，唔使担心残留啦。专业权威认证，100%除螨，99%除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奇站 Kiki 啊 ，Double King 又出清洁法宝啦！日本 Double King 无烟级全效抗菌除螨洗衣珠，洗衣珠一粒超全能顶洗衣柔顺剂，洗衣珠对比洗衣粉同埋洗衣液，除咗更加方便，成分都好大区别噶。清洁力系基本，但系贴身衣物安全灵敏都好重要。首先我哋嚟试下有冇荧光浸泡剂。可以看到洗衣粉和洗衣液都是有荧光反应的，尤其是洗衣粉。如果是贴身衣物或者是 BB 衫就要注意啦。而 Double K 是完全没有荧光化学反应，零化学成分添加。Double K 是七重单物植萃酵素，欧盟有机认证一致，安全得嚟就有超强十倍清洁力，机洗手洗都 OK。BB 衫或者是敏感皮肤都可以放心用。我哋嚟测试一下洗衣粉、洗衣液、洗衣珠的清洁力。洗衣粉清洁好强，适合顽固渍，但系化学成分多，日常要慎用啦。而洗衣液肉眼睇仲见到少少顽渍，洗衣珠基本上都系洗净，手洗都唔会觉得手鞋。再睇睇晒干之后衫裤嘅柔软度，洗衣粉洗完之后明好啊，唔亲肤。而洗衣液就比洗衣粉柔软翻少少。而 Double King 洗衣珠 Kiki 觉得系最柔软嘅，应该系因为佢加咗柔顺因子。专业权威认证，100%除螨，99%除菌，洗得干净，同时可以抗菌除螨。着衫易新人，屋企有小朋友，养宠家庭十分建议用 Double King。Double King 仲有专利除臭技术，烟味、汗味、打完边炉嘅异味都可以去除。Double King 仲系用日本超薄水溶性薄膜，溶解得超快，唔使担心残留啦。打开洗衣机就闻到花香味，而且咧唔会话香到焗鼻，完全冇噏味洗完。成个衣柜都是淡淡清香味。第一次用洗衣珠，提提大家不用剪开，直接掉落洗衣机用就得噶啦。一盒60粒，每次用一粒就 OK。讲真，用过 Double King 洗衣珠之后咧，完全不想转其他牌子啦。一粒去渍、除螨、柔顺、留香，超全能又安全，衫洗得干净，用得又放心。一次填3盒，用足大半年，超抵嘛！